哎，讲好了，哎，咱们姐妹淘十几个哈，大家个人选个人心目中的帅哥哈，选好了各自就出去哈。那当然，今天礼拜六嘛，明天大家再通电话，大家互助顺利啊，大家去钓个男朋友，短期的、短打的啦。哦，就是说钓到今晚，明天就不要谈以后的了啊。大家各自找，哎呀，等等等等，大家就自然就跳开了，跳跳跳跳出去了，就大家都来交头接耳。哎，姐，我找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这个是哎，有了，小妹我也找到了，通通走了啦。哎呦，十几个通通找到了啦，大家都有搞头了。哎，这个是都找到了，这个一夜情的这个男伴都是很帅，都出去。这样子的一个画面，猜一句成语。啊，记住啊，我还给你一点暗示，一群呢，不是一个。你讲的笑话我全部都听过，就这个没听过。所以你文学基础不太好，就是一群人嘛，啊，每个人都找到了男伴出去了嘛，啊，这叫做井井有条。